接下来两队要面临的是台词题了。第一位腾哥，第二个花花，第三小童，第四小宋，第五贾玲，两队各一题。台词题最后就是看哪队多的字数多啊。耳机戴好，来播放片段。你干啥呢？啊？没干啥。没干啥，你刚才和此刻干啥呢？不是，我看看我俩谁起步快。不，你算干啥的？你搁这问我干啥呢？我穿成这样，你说我干啥的？你保安呢？你干啥的？知道我保安，你还问我干啥的？你知道我干啥的不？谁管你干？不知道闪一边哪去吧你！我刚看你就不像好人。看你像好人呢？我上你屋干啥去？你到底上我屋你想干啥呀？自己屋该哪都不知道，你非得上干啥的？我告诉你，别给我俩闭花花雾喧喧的啊！咋的呀？准备个肉。哥，加油吧！加油，加油！怎么开始发功了？可以了吗？来，传递开始。俩人，俩人。你干啥呢？没干啥呀，没干啥。你刚才在这干啥呢？不是，我看看我俩谁起步快。我你算干啥的呀？你在这问我干啥呢？我穿成这样的，你问我干啥的？你保安呗，你干啥的？知道我保安，那还问我干啥呀？你知道我干啥的不？你知道我干啥的不？谁管你干啥的呀？你不让我甩面是吧你？我刚看你就不是好人，我看你还不像好人呢。哎，我上你屋干啥去？你上我屋干啥去？谁知道你是上我屋干啥去？你自己屋里搁哪你不知道啊？你说你是干啥的你？我告诉你啊，咱这别跟我俩在这逼哗哗、呜呜喧喧的，咋的？准备格斗。分裂了，这是。好乱啊，我的天。给我吓一跳。你干啥呢？啊，我没干啥呀。那你搁这干啥？干啥呢？我起步你没看到啊？我什么起步？起步。那谁让你搁这起步呢？不是你是谁啊？你看我穿这样，你说我是谁啊？你保安呗你。这个人没起来过是吧？不，但那个你怎么进我屋了？我进你屋干啥呀？行，就这样吧。相当不错，很厉害。你不用学我啊，记住我说的话。你干啥呢？我没干啥呀。你搁这儿干啥呢？我起步呢。还跟捋顺了。你给我闪一边去。哎，你凭啥管我呀？什么那，你瞅我像干啥的？你穿成这样，你保安呗你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你干啥呀？谁干谁？你看我像干啥呀？我洗布呢。我啥？我洗布呢。他是个爱干净的孩子。我真不知道。自己这么费劲，好像就对了六个字儿啊。不一定，统计最终传递对的字数，反正腾哥手里是满满一页。那怎么传到这儿来的呢？
你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我洗布呢。我洗布呢。一头一尾啊，就记住一头一尾。你瞅啥呀？瞅你咋的？什么不能瞅你？你再瞅我一个试试。大白天的你洗什么布啊？这不是尿布吗？孩子尿了，我们得洗吗？真懵。方向对吗？方向对。真的吗？对了吗？方向对了哈。咱们什么时候有的孩子呀？哎呀，开始编。方向还对吗，哥？有点偏。那你闭嘴吧。你上来呀！闭嘴吧。不对了，闭嘴吧。不对了，不对了，方向都没对。最后传递对了七个字。你干啥呢？洗布呢？那是起步，前面都是起步，怎么到你这儿变洗步了呢？没听清啊。恒哥给你的总结是这孩子爱干净。请狒狒拿上这轮的题目。哎呦哎呦呦呦呦。哇，赢了赢了赢了，完了，这把太简单了，这个太简单了，这简单不一定能猜出来。挑战开始。加油，四个字，数点，第一个字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偶像，偶像，第一个字偶偶，第二个，第二个字窝，第三个偶窝了，偶窝了，第四个偶窝冷肠。好，下一棒。偶像包袱，偶像包袱，偶像包袱。流浪的孩儿。倒，躺，撇，动。这后面还有呢。哎呀，怎么办？这啥呀？四个字，哎，四个字。哎，偶像包袱。这是啥呀，哥呀？卷饼，汉堡，捣蒜，吃饺子蘸酱油。这是，这是。哎，你过来看，刚才真的还挺壮观的，三个男人一起这样，还挺壮观的。他就是拿出个东西，然后不知道为啥站了站。几个字呀？四个字。好，时间到。这个我实在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答案光躺是躺不出来的，后续其实还有很多动作，你知道不？先说四个字，牵懒缠滑。花花再演一遍，反正不能算对了啊。我来一遍啊，看啊。哦，四个字，第一个字儿，躺，懒，闲。第二个，
贾玲姐，酒窝。第三个，你《王牌家族》。哇！真的吗？真的，高智商，绝了！那你这是咋变了呢？不是你知道我是怎么被他陷害的？你来的，我刚看见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多眼儿！我告诉你，我刚演完《偶像包袱》，是不是这么演的？啊！他又来了一遍，他说：“不是，不是你这个动作，谁想都会想到是沈腾。”这题都没答对，出乎我的意料。默契是一计不如一计。哎呀，就这么地吧。哎呀，抱歉抱歉抱歉。哎，比划的是花花跟月月，其他所有人一起猜。来，一起猜，来，所有人一起猜啊！抢答。准备好了啊！合作表演，请看题。月月，月月，急功近利的样子，加油！月月一颗想赢的心。月月加油，月月！我想赢可以吗？这个人设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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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你可以的，但是你的对手是花花。花花猜厉害，演可不一定啊。同样厉害，来吧花。请看题。啊，四个字。第一个字。哎。第一个字。哑语，吵，纸，嘴，嘴，口，口，口是心非，口，口口口口相传，唾沫横飞，这是第一个字，这应该是，其实就我们俩，对，两个人，就是那个啊、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懂了，我开始，我们两个人，我没懂，说，第一个字说，说学逗唱，对，哎哎，说学逗唱是那个小童说的，是吧？没有，我们这边真真的。调监控，这可以赖了。快听了，姐姐。调监控，调监控，看。再抢一个。哎呀，哎呀，几个字？几个字？两个人啊，六个字。六个字。还是这个。相声、小品、魔术、杂技。郭德纲。郭德纲和岳云鹏。郭德纲、岳云鹏。郭德纲、郭麒麟。正确，小童。什么？郭德纲、郭麒麟，为什么郭麒麟旁边在干嘛？我想问月月，那你在那演谁呢？小童，你是怎么猜出来的？郭麒麟，郭麒麟是怎么猜出来的？既然不是岳云鹏，那肯定就是郭麒麟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你怎么演的郭麒麟？什么样啊？啊？郭麒麟是什么样？郭麒麟没有样，没有样。哎呦，热搜了，热搜了，没样，没样，热搜了，热搜了。德云师兄虎相。哎呀，郭麒麟确实没什么特点，不好演。对，不好演。哎呦，哎呦，不错哦。前面那个哦，周杰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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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两个人啊，其中第一个人是那个周杰伦，什么昆凌？周杰伦，方文山。不是第一个人，周杰伦跟李连杰，张杰坤，李小龙，周杰伦，成龙，周杰伦，张杰坤，周杰伦，李小龙，周杰伦，甄子丹，大骨头，周杰伦没有周杰伦，周杰伦是我刚才成龙，甄子丹，成龙，功夫，周杰伦功夫，霍元甲，李小龙，甄子丹，李小龙，成龙，甄子丹，李小龙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接着说，接着说，周杰伦，成龙，周杰伦没有周杰伦，没有周杰伦，成龙，李小龙，赵文卓，李小龙，成龙，李连杰，猜猜对，哦，说了半天没有说李连杰老师，李连杰去哪儿了？腾哥答对了啊，哎，不是，关键我这高调门的，我听着我自己都烦，我一这样，你们能猜出成龙来，我很开心。今天你特别的像他，哎呀，出一身汗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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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好好，行，咱们抢，加油了。猪八戒，春光灿烂猪八戒。四个字，珠光玉润。猪，曾经很火，这么多的人吗？然后那个九八年。神雕侠侣，哥哥，还珠格格，还珠格格。哎，你们是怎么猜出来的？我，他是猪。
他们之间的默契咱们懂不了。对，这太不懂了。啊，这个太简单了。啊，这好，这好。六个字。后边。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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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，奥特曼。魂斗罗。奥特曼大战小怪兽。奥特曼和小怪兽。奥特曼大小怪兽。奥特曼小怪兽。六个字。奥特曼小怪兽。打。奥特曼打。打怪兽。打怪兽。奥特曼打怪兽。哇，您这么这么有嗓门，还能跳桑吧？真是，我觉得涛哥，你站在这里，你应该站在中间的位置，中轴线上。来，我发现你们俩嗓门都来，来，别过来。我们王太家族今天怎么这么强的好胜心？七个字啊！哟，这第三个，这他好像有个那个动作吧？就是那个经典动作，经典动作，是那个，嗯。咋的了？周星驰和朱茵和周星驰，对，至尊宝和紫霞仙子，至尊宝紫霞仙子。对了，没有和。至尊宝，别打我！至尊宝，紫霞仙子。我说你对啦。这个新人大会呢，一共分两趴来进行。第一个比赛项目叫做蒙眼过杆。参与队员需蒙住眼睛，原地转五圈，在标杆处弯腰过杆，以双手触地为完结动作，碰掉标杆失效。第一轮，贾玲对唐昂。哇，好！两人一起会不会造成那种就其中一个人过了另外一个人的胯下？转五圈开始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。哎呀，哎呀！手触地视作动作结束。触地了，触地了，触地了。没碰，没碰。关小姐，给你个机会吧，手不碰地起来。不碰地啊。还晕着，这小手倒疼的。唐嫣姐往右边偏一点。左，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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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，再往左，再往左，再往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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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腰，哈腰。走，右，贾玲请右边一点，右边一点，右右边一点，贾玲请右边一点，右边一点，右右边一点。对了，对了。哎，哎，拍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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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！哦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又赢了吗？咱们赢了，咱们赢了。啊！唐唐，继续你的挑战。好腰儿。好。转圈，开始。再快点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走。哇！哇！花花喝多了。嘉伦转过来，花花转过来，花花掉头，嘉伦左，往左转，往左转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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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慢点没办法喊了，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听不到。你们太吵了，我是不是花花都听不着了。花花跑两步，跑两步，花花跑两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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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花跑两步，再往左，往左，往左，哎，跑两步，跑两步，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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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底，到底，哈哈，是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结束了。为什么也不给我点指挥呢？听不到，太吵了。他们已经盖过了所有的声音。花花真的厉害，下了腰以后往前冲出去三米，相当好。中国好腰子。来，先给你们打个样。秀莲，过年过得挺好呀，秀莲。闭嘴。把这个词儿表演出来，这个词儿不容易。哇，厉害了，这个有点考演技了。怎么样，小虎？来吧。好，准备就绪，传递开始。咋的了？这是？快慢点儿。啪！高雅弟。几个字？四个字。哎，他能听见吗？几个字？他能啊，他都没戴耳机。哦，他能，他能啊。下。礼尚往来。调包。交换。互换灵魂。他说了。哎，他猜出来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又演了一遍？好，那你去给他们演去，去。你去吧，你去，你去演。腾哥太懒了。去去去吧。哎，什么？腾哥是你，是你，是你。哦。四个字。好。交流电，物理学挺好呀，小伙儿。滋。但这个小宋可能有点没理解到。小宋悬了，悬了，太为难我了，这个。哟，滋，摸电门，什么？哇塞，哦，一比一还原的演技，没有素质。这个靠谱，这个接近了。四个字儿，来，有来有去。没明白。福福福电福电福电刮。电刮是什么？电刮刀。电刮刮。太难了，我们这看都看不懂了，都已经放弃了。刚才谁演的更好？你再演一遍。只有第一棒好。第一棒花花花花，你来一遍，来一遍。这样的啊，劈啊，滋，天打雷劈。棒打鸳鸯。羞羞铁拳。哦，腾哥在演啥？你演的是谁？不是腾哥，要不然你就别演了。是什么？灵魂交换。哦，我猜对了，让他给我骗了。
花花在我猜对了之后没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，又演了平时的我。怎么样子怡姐，赢我们有什么压力吗？来，我们这里可有2亿的票房男神呢。哎呀，别这么说，贾导。负重，负重。我今年看过电影里呢有一个场景，我一直想尝试一下，在《你好，李焕英》里面有一个背着贾玲回家的那一段。哎、我比拍电影的时候重了得有100来斤。他绝对背不起来，这怎么可能？你这么一激将我吧，这样的吧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过来拖着点。我真比那时候胖了太多了，你别抖啊，你别浑身发抖。我不会，没有抖。好，你先上来啊。太惨了。你 OK 吗？我快点，你找个。不错不错不错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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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说一下背我的感受。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感觉，特别轻。怎么样的？怎么用背多重？花花的世界，这歌这么红吗？因为是花花的世界。本事的，来吧，你们改编吧。想想，大家开始琢磨，咱们这儿还能指望谁呢？还在想，还在想呢。我来吧，我来吧。好。怎么也飞不出去吧？试一下。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，原来我是一只九岁的蝴蝶。你的那一句是呀是月，来得轻妙又淡冷些，却要换我这一生再也解不开的结。太狠了，谁都能来一首，只能指望花花。我跟你说，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，原来我是一只九岁的蝴蝶。你的那一句
十月来的轻描又淡写。我也算贡献了，行不行的？反正算贡献一点吧。花花有没有觉得再来一个吧？再改啊！啊，鬼才怕什么？没碰，不用琴吧？不用琴，不用琴。嗯，啥？吉他？吉他。吉他也行。吉他也行啊。我得想一想啊，吉他编的话就会偏摇滚一点吧。怎么也飞不出。好，开始啊。怎么也飞不出。花花的世界，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，你的那一句誓言来得轻描淡写，却要花我这一生再也解不开